我们继续开始啊、哦。刚才我提到说那一篇，我刚好提到那篇鸟的价格的那一篇问题，来，然后可是我们先看我昨天放的第三篇文章好了 ，Wildlife Trait， 用这一篇，这边有篇文章，它在 Science 上面啊。这篇最近的一篇 paper， 等他一点时间。这篇在，而且还是 research article， 它不是那种随随便便的，只是论坛啊什么之类的。那我们看一下这篇文章他怎么说的。他说 ：“Global wildlife trade across tree of life。” OK， 我们就直接看他的摘要。Wildlife trade is a multi-billion dollar industry that is driving species toward extinction. 反正它是一个发大财的产业，然后让很多物种绝灭。他说 ，of over 31,000 terrestrial bird, mammal, amphibian, and squamata reptile species. Squamata 就是那个有鳞类。OK， 那为什么要讲 squamata reptile？ 因为鸟类其实演化上来说，鸟类是爬虫类的成员。OK， fine， 所以我们会这样讲。他说大概有18%啊 ，are traded globally， 有18%的物种，其实也就是说，他认为有陆域的鸟类爬虫哺乳，大概有18%的物种会在全世界有被交易。大家可以算一下，5579种有被交易过。Trade is strongly for genetically conserved. 哎，这句话什么意思？我等一下会讲。And the hotspots of the trade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biologically diverse tropics. Using different assessment approach, we predict that owing to their phylogenetic placement and the trade similarity to currently traded species, future trade will set up to 3,196 additional species, totally. A 775 species at risk of extinction from trade. Our assessment underscores the need for a strategic plan to combat trade with policies that are proactive rather than reactive. 就是 proactive 就简单讲，最近很流行一句话叫做超前部署，有没有？ Okay. 就是那句话 ，proactive 就是超前动作了。Okay.Proactive rather than reactive, which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because species can quickly transition from being safe to being endangered as human continues harvest and trade across the tree of life. 好，这一篇我们能不能抓得到？我试试看。Distribute under term.这篇其实是抓得到的。好，那我大概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东西，它的 data 要怎么看，然后它像这样子的研究为什么会做？我们在台湾有做类似的研究啊。你大家可以怎么去看这样子的东西？好，它这边其实用了几个指标。今天我们去看这个图呀、yeah, 等一下。好，这个地方哈，这个地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所以左边是鸟，然后这边是哺乳类，然后左边是两生类，右边是爬虫类。那 percent of clay traded 就是越蓝的，越蓝就是它比较没有被交易的东西，然后越红的就是它其实是被大量交易的物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好，这个一定是我们来看大图好了。我来大概讲一下这里面有什么东西。以这个地方来说，这边是有鳞类的爬虫类，就是有鳞类的爬虫类。那这个是原始的演化树，
就是有修过演化，大家知道，有谁修过苗老师的演化？所以你们应该都有修过。那这个就是指的是演化树的根，那这边是比较早期分化的物种，然后一直到晚期分化物种，所以这边是晚期分化物种，这样懂我意思？好，那那个红啊，我们那个红啊，不是在看外圈的，是看树上面的，这样懂我意思吗？这个是演化树，因为它的数量很大，啊，它那个物种的数量很大，你想说它为什么会有这个树？其实是因为这几年有，这几年有非常多全球性的基因计划，所以可以让很多物种的基因资讯可以在 DNA 上面被抓到，我就可以去download这些东西来重建这些演化树，所以这些树其实是存在，并不是这些研究这样子研究在自己重建，因为其实非常实在，只是我再去把这个树做出来，依据那个 protocol 做出来。那这个地方你会看到什么呢？有些大部分男人表示说都好像没有什么在交易，可是他特别指出来的，他特别有用那个黑字写出来，就表示说就是这一类东西被交易。那这边有什么东西呢？简单讲，就这个了。好，这边大概都是什么？就是一些手工，像 Ubiquity 就是简骨科，就是什么哦，手工不会手工那些东西。然后最近整个从越南海南岛往西的简骨，一般叫洞穴手工，那也全部进入在底部，因为几乎每一种都会严重的抓狂，然后大部分养不起来，因为它很怕热，而且容易在驯养情况之下感染。台湾有在生，可是他们在运送途中，因为全部手持，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合法的东西，所以因为你知道不是合法的东西就要抢，那你也不可能立刻就抓到就寄出去啊。所以你一定会藏的时候动物就不会被照顾好，然后动物会高密度，动物会死亡，然后死了可能也不好去拿出来，因为要藏，而且你也不知道遗传什么时候，或是单方克什么时候会获得来，所以动物就会在这种情况下容易生病，就是病毒的来源，就是这样，病毒是这样跳来跳去的，因为它一定会多种大量不同动物在衰弱的情况之下，身上的病毒跑到身上。对，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到什么来 ？Economy 呢 ？Economy 就是手工科啊，像什么大手工啊那些东西。大手工本来是非常常见的东西，可是从有一段时间开始，十年前开始谣传，太空谣传说什么他吃那个东西可以治癌症，然后就瞬间发光了啊，就那可是他从此就有宠物用途。那可是大手工在台湾现在变成不行动，那两个有空去看看说啊，刚三个啊，只是他表的。那个 Prodality 它特别 Prodality 这个东西特别被标示出来，我上次不是提到那个什么花卉机吗？长得像小 Dragon 的那个嘛，头上这样子的，好，那些都是胎生的，对，整个 Prodality 不管哪一种都，因为很多人说哎，胎生的不是应该出来就摆开来一直生的，那很麻烦， Prodality 其实很它需要空间很大，那它没有这么容易配对。很多人会生气，是因为那个个体它被买进来的时候，其实都已经交配过了，所以绝对不是人工圈养殖情况之下就一直生存的存在。然后其实有很多物种，我因为说十年前的话，在台湾市场上应该非常容易看到黄尾蜥，至少有30种，大家看到了，后来就没有了。啊，不是因为贵，它也不是特别贵，毕竟那真的很贵，它不特别贵，可是。原产国其实有一点在做一些，开始有在因应国际的这些管制下南非，因为它几乎是南非地方的。如果你有机会去那个南非的好望角，那个开普敦啊，开普敦那个地方看一下。那南非那个开普敦那边有很著名的那个山，我们有一次去啊，因为我们有一次去就是去南非看我们开普敦，他们就搭那个缆车从海边搭。非常高哦，那个落差非常高，啊，然后他呢就人都是在很高原上面走过去，啊，就会在那个石头上面看到一大堆黄，跑去跑，都是黄，
那接下来呢？这几点是什么？是我们啊，其中呢，想说台湾应该想到大家对台湾这些东西，就是一个真正受到威胁的石头子，其实不会是这个速吸型的。速吸型的石头子几乎都是受威胁，因为特别，然后食性特别大，速吸啊，所以 OAT 其实在之前的一些还不算特别少见，它是所能群岛的东西。可是我们绝对想，因为所能群岛，所能群岛的热带雨林基本上都有很多种植啊，那就是基本上被大家砍伐，然后大砍伐之后，雨林里面所有这些东西就顺便被拿出来，所以那个说呢，偶尔也是那种促进性的、促进性的那个石头子，就瞬间的变成森林树，而且重点是它很难生、很难召回，然后最近遇到一些叶子，就说其实养一养就会，要么就单山死亡、小孩死亡或者亲人死亡，你知道它不是一个。所以它其实有可预见是一个很容易绝灭的一个物种。那后来，图平单比例是什么东西？这个图平单比例，蓝莓烯，黑白蓝莓烯这些东西，大师啊、哦，那它有管理上面的一些困扰，就是它已经进了筛选池，可是它好像有不清晰。那台湾有很多。因为台湾的麦子的牙很少，就很可爱。那而且重点是因为很多人拿那些鱼子，它比巨蜥乖呀、啊，它没有巨蜥那么凶，所以它的眼胖胖的，然后好像狗要把它叫过来之类的，就胖胖的、傻傻的，然后就觉得很可爱。而且它好像什么都会吃。像我们在秘鲁开会的时候，就常常我们在秘鲁开会的时候，中间就是休息时间，因为我们那个我上次去秘鲁开会，那我们开会地点其实就是在亚马逊的旁边一个鱼市场。就有点，那我们在二楼开会，那下面就会有那个垃圾堆，那垃圾堆常常垃圾在动，为什么？因为里面很多那个蓝莓烯在找垃圾吃，所以就看常看垃圾在那边这样稀奇古怪的东西，其实都是大蓝莓烯。对，而且最近有好几个案例，就是有人在观看蓝莓烯的跑跑去啊，对吗？好，然后蓝莓烯是什么？蓝莓烯是正烯科啊。通常被交易的是欧洲物种，珠宝蜥之类的，啊，珠宝蜥之类的比较很多。Barani 不要讲，就是热点巨蜥，所有的巨蜥，哪一个东西不是炙手可热的都是。然后超级多被走私，尤其是一些印尼小岛那些漂亮的东西，还有什么像菲律宾那些食性的吃果实的食性的巨蜥，那 Anguilli 是什么？是蛇蜥科。那蛇蜥科很多蛇蜥也是有讲的啦。那蛇蜥科没有很难，可是两个蛇几率蛮大的。再过来这个最严重的，看不到你要变成变色龙。那变色龙每一个种几乎都除了少数物种之外，大部分都停了，然后大部分都养不太起来。那 Agamini 是什么？是那个飞蜥科。那飞蜥科我们印象中的飞蜥科是。台湾这种看不起啊，不是阿伽米，就是有一个属叫做阿伽马。阿伽马那个东西哈，阿伽马那个东西之所以会射门，其实是因为蜘蛛人那部电影。为什么？来 ，Spider-Man lizards。好，你查这个字，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不是他哦，是他。这一只就是这一只，你懂我意思吗？其实就是它就真的长这样，然后结果就瞬间就立刻在宠物市场上看到它了，而且其实不好养。我说不好养，意思是说，因为它们是属于那种需要高光亮、强光之下才能的，而且要很大的空间才能养活，大部分都只能把它丢在那个什么小小的塔缸给它照晕。好，那其实是不行，那绝对会挂，很容易聚死的，而且，大家都掉头的，容易，所以会造成那个性别认知。而且大家都想着说，爬虫类的性别决定是很复杂，所以在原产地抓掉大量的雄性，其实会有很大问题。而且通常都是高密度，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的基本
到进口商中几乎看得到很清楚就是他们脱水，可是很多人觉得什么脱水就是水啊，那看到很多那个爬虫有一些比较不会处理的比较不会处理的人啊，比较不太专业，他们其实会觉得缺水，那我就给你就给你喷，那要不要什么怎么自己泡水，然后他们就觉得说只是泡水应该是没事的，可是其实你知道很多很多爬虫类他们获取水分的方式不一样，那样子其实有可能会让它瞬间体温降低或什么之类的，那个其实很麻烦。所以让大家知道一下，那个这个就是一种阿伽马，好，这种正西科的东西，就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那除了这个东西之外呢？这个 phrenosomatity 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还要去特别去提到它？角蜥，好。Phrenosomatity 就是 horn lizard， 就是角蜥。那个很多人喜欢讲这，就很喜欢看这个啊，就是角蜥喷血这件事情啊。不是没有开声音啊。最近有一篇文章不是就被骂说什么角蜥的，说什么角蜥的血液有毒。他吃东西，他的纯粹就只是因为他吃蚂蚁，然后蚂蚁身体里面的物质对于蜥蜴的滤纸来说是不好吃的，但是不表示那个东西有毒素或者 toxin。所以简单讲就是鸟吃仙人掌，仙人掌果实掉下来，蚂蚁跑过来，然后蜥蜴跑过来吃蚂蚁。那所有的角蜥的那个生活环境都很类似。台湾其实进口过好几次，我们实验室蛮多标本，后来我们放在那个角蜥里面，我们看到，啊，我们看到角蜥的标本，但是大部分其实养不起来，为什么？因为他们对蚂蚁其实很挑嘴，并不是说你今天放一块糖在那个地方，然后有蚂蚁过来，就可以把它。那角蜥，所有的角蜥，其实在这几年都因为宠物贸易的关系，然后被捕捉的蛮惨的。我没有，目前没有听说谁有养好过，因为没有办法制造这样子的环境出来。好，那真的是血疫耶。好，然后接下来呢？一光你就不用说啦、啊，一光啦、啊、就是绿鬣蜥那一群的。那除了绿鬣蜥之外，除了那个绿鬣蜥之外，还有一群东西是这几年我们比较在意的，就是刺尾鬣蜥那一群 ，Tenosaur， 因为它的多样性很高。然后呢，重点是 Tenosaur 这一群东西，它们的像这一些啊 ，Tenosaur 这些东西。每一个物种都被交易，每一个物种都有被交易。然后，每一个除了 similis， 除了有一个种叫做 similis 之外，那除了 similis 那个物种之外，那因为 similis 在某些地方是入侵种，除了那个东西之外，其他所有东西都被认为是少见的。那我们去年底在那个日内瓦开会的时候，那一次就决议把大部分的所有的Tenosaurus 都列入 CITES II， 瞬间哦，大家本来没有觉得他们很少，就因为也是宠物市场需求。那你会说这个东西，你会说这个东西看起来有什么 cute face 吗，或者什么之类的？都不会，可是它就是有 demand， 它其实就是有那个市场价值。可是讲到市场价值这件事情，我们之后会花时间跟大家讲说什么叫做 market， 就什么叫做 market， 那个 money 去了什么地方？那在交易中所产生的获利去了什么地方？那到底是谁获利？因为你知道有很多东西其实不是一般人在买，它是什么？它是纯粹是炒作市场，它是炒作的，然后它是在少数人之间金流来金流去，它就变成它是一个甚至变成洗钱工具。
那这件事情我们会用一些案例来跟大家说，为什么有些东西它其实不是一般人在养，不是一般人的需求，但它甚至有可能成为洗钱工具，到底怎么回事？是拿那个动物来洗，对不对？有两种，一个叫做洗动物，所谓洗动物就是这个动物是非法的，我把它洗成合法的。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叫洗钱，洗钱就是这个动物本身没有什么，可是我用这个动物来洗钱。好，这种就是属于它都属于。在不管是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内或者跨国，其实都有这样子犯罪的行为存在。我们之后会介绍一下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但执法上不是很简单哦。然后就是因为不是很简单，所以那个美国在前年其实有特别为了这些事情跑到台湾，跟农委会有办了一个国际研讨会，就是在谈如何进行跨国野生动物执法这件事情。嗯，这样懂。那还蛮有趣的一个会，那个资料其实还在，我找到，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到底这种事情的跨国执法是怎么做的。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个科叫做什么 Violamity， 这是什么鬼？LIO。就是这一类东西，长这样子的。那这一类东西基本上都是美洲的。那我不会说它的贸易量很大，但是偶尔就是会看到，而且大部分其实也养不好。我会觉得你要养这个东西，为什么不养利温史龙子就可以了呢？对啊。另外还有这个 Tropical Fidelity， 就是这些很小很小的壳。好，重点来了，这边开始是什么东西？就是蛇，好，就开始是蛇了。这边有哪些值得被提的呢？比如像那个蟒染是两个壳，蟒跟染，然后几乎大部分蟒跟染其实都是有被交易的。那蟒跟染交易有没有虫子？还有什么？蛇，好，蟒蛇皮有没有？对。那个印尼啊，像印尼有非常大量的蟒蛇皮的那个加工厂。好，那在皮革这件事情上面的话，我们就除了蟒蛇皮之外，就会考虑到鳄鱼是一个很麻烦，因为鳄鱼的一个资源管理其实跟象牙会有点像，是分物种、分地区、分国家会有不同的配额跟不同的产制品跟国。的区分，这样的话，所以鳄鱼管理其实还蛮麻烦，而且因为全球，因为南美、北美、非洲、澳洲、亚洲都有鳄鱼，所以每个地方的鳄鱼都有被利用。那很多地方就，而且可能鳄鱼是一个什么？鳄鱼是一个鳄鱼繁殖很多，但是没有野生鳄鱼的东西，有很多是有繁殖场地的，好比说像马来河头鳄就是一个例子。马拉特头鳄在整个婆罗洲跟马来半岛非常稀有，然后全世界最大的马拉特头鳄的驯养族群在哪里？台湾。为什么？因为以前我们有段时间那个早期有那个什么农业发展委员会，有什么农业复兴什么，有农夫会发这种东西。那早期为了要什么？那个年代其实就是鼓励农民。新的东西，新的他们养，然后说发展新的农村经济事业，所以很多东西都大概都是在那个年代陆续进来，从吴郭鱼啊，就是什么吴郭鱼啊，什么淡水白鲳啊，什么外来环境事啊，那很多东西大概就是在那个年代进来，那个年代可能就没有什么风险管理，只都什么保育什么，就在那种年代进来之后就会进到很多有的没有的东西，所以马拉松的头其实在那个年代是不被影响进来，所以才会出现什么马豆鳄鱼大王这些东西，让我们知道啊，那是时空背景的。那只是现在的鳄鱼它是一个需要被严格管制的一个生物资源的时候，我没有说它不能用，它本来可以用，只是它台湾一般的鳄鱼产鳄场会有麻烦，就是它两个国
会下场，然后动物福利状况很差，所以导致很多鳄鱼其实是会活、会长大、会活繁殖，因为没有地方，因为鳄鱼的寿命就算很长，所以我不太可能说，好像那种两三五年算，我政府就当做这件事情不会出现，因为三年它就死掉了，就当不要再处理这鳄鱼。所以所有长寿的、所有大型长寿的动物都会产生在管理上产生最大的问题。什么东西在未来我们可以可见的未来会产生问题？好，鳄鱼会产生问题，那所有的入轨、出卡、像坦克车一样到处撞坏东西就跑出去。那个前几年就光是我们寿山就是外收物资就捡到两只，啊。然后我刚来东站的时候，管院那边有捡到一只。那管院人家是黄头鹿龟，那这些都是属于长寿的。那还有一个东西长寿，它麻烦叫做大型鹦鹉。所有大型鹦鹉，像金刚那些东西，自然都是属于长寿型鹦鹉。然后又从如果没有养好的话，就很容易啄鱼啊、发神经啊，乱讲话。那Parity 为什么会有蝮蛇？蝮蛇一旦体是什么蝙蝠蛇哥？天哪、啊，这些东西就是有营养啊，为什么没有营养？他们被交易有，为什么？他交易什么？蛇肉、蛇粉、蛇酒，好，你知道吗？蝮蛇、蝙蝠蛇哥，蝙蝠蛇哥就是雨伞节啊，这些东西就是拉皮。然后再过来这个什么 ？Diprofility 就是很长那个。常被交易的类群哈，也是小蛇 ，colubridae 就是黄汉蛇，那各式各样的黄汉蛇多多少少其实都有被交易哈。宠物市场上绝大部分的无毒蛇或微毒蛇其实都是黄汉蛇科的，就是没什么问题。那一般来说，黄汉蛇科的交易上产生的保育上的问题其实稍微小。然后我为什么会说稍微小啊？因为大部分的种类都很可以轻易繁殖，一个是轻易繁殖，然后还有它有一定的人工哺吸，所以有人工哺吸的话，有人工比它有变化无穷的人工哺吸，所以这样子的动物它就比较轻易的可以满足市场需求。还有一个，为什么叫这些一般我们叫做玩具蛇？为什么叫玩具？它小型，因为那个很多黄汉蛇就是。如果黄汉蛇搞不起，成体就这么大了，是可以，所以我们都把它叫玩具蛇。那很多玩具蛇其实大家都家庭宠物，那大家都会每次打开爬杆，然后拿起来玩一玩，差不多这样子。那这些东西为什么在市面上反正是繁殖的东西，大家会 OK？ 第一个是我们想知道它的血统，因为它已经发展出品系来了。那第二个是如果是野生的话，你要。蛇类寄生虫超级多，而且还有，如果野生的蛇的话，其实也很容易在紧迫的情况之下会有病毒爆发的问题。就是蛇类有一些病毒的病，他们说没有办法爬行啊，然后一直转，然后最后就死掉了，很常见。尤其是像最近我在讲那个迪西蛇的时候，会讲到最近有一些那个业者。最近有业者其实就有跟我讲过，他们其实在那个他们输入了以前已输入野生蛇，他们在他们以前啊，在那个输入的野生蛇上面，其实会看到这一类的寄生虫，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想到的寄生虫都是什么，大概顶多就是体表的那些什么蛇虱，就是 tick mite 这一类的、哦、大家想到这都是这些东西，但是或者说一般的那种微型的寄生虫，可是其实我们在讲的东西不是这个、哦、我讲一个也不是说吓人啊，我直接用中文找比较快，
口疮。这个台湾自己有，卫福部自己就做过，哎，卫福部其实就做过这个东西，哎，因为台湾自己有啊，啊，它的 pentatol， pentatol， 我用这个查好了 ，R， 没有 ，lover。好，就长这个样子的东西，就叫蛇虫。好，那它可以出现在，它其实，在野生蛇的肠道内或体腔内，其实没有不常出现哦。所以如果你看一些病理解剖的，这么大只有没有？有没有夸张？很大只，它真的就是很大只的寄生虫。长这样子，一节一节的，好，好，重点是无口虫或者叫蛇虫是什么样的东西呢？它很妙啊，它是甲壳类，好，它的寄生性甲壳类，哎，你想说啊，这什么鬼？对，它就是寄生性甲壳类，它节肢动物，好，对，它就寄生性的、啊，所以变成这副模样，可能会觉得非常的哇神奇啊，一节一节看起来像虫的东西。对啊，它就是 crustacea， 好，好，反正很神奇啊。任何东西只要转换了那个它的那个生活史样貌，其实它的样子就会差很多。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两生类有什么东西会被大量的利用啊。两生类其实很多人没有那么熟，原因是因为一来是因为这几年两生类的高阶的生类演化关系有很大的变化。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相对于爬虫类来说，相对于陆栖爬虫来说，大部分人其实对两生类的受益程度比较没有那么高。因为台湾，我们在台湾看到的青蛙就不是蟾蜍就是绿树蛙、啊，就其他手手也就叫把它叫蛇蛙，就是叉蛇蛙，就一种。那一般的水族量饭店能够。常看到的就是角蛙、小丑蛙、角蛙、小丑蛙这两个等级的。可是，在使用上呢，因为很多人不会吃青蛙，虽然说金天蛙、牛蛙这些都有吃，对不对？一秒钟就有啊，都有在吃。可是它比较没有，坦白说，我们对两生类的利用在台湾这个社会没有那么明显。然后，另外也就是说，另外也就是说，有很多的两生类。他们的交易量，在市场上面的交易量，很重要性，其实还是低于量，还是低于爬虫类。好，它真的还是低于爬虫类，它的交易量比较少。知道为什么它交易量还是比较少？第一个，它需要水，它保湿，然后它们对温度比较适应，所以它们在运送上其实并没有蜥蜴啊这些东西那么的容易，它们是会饿死，然后再加上。养殖上其实有门槛，尤其是什么东西呢？箭毒蛙，好，箭毒蛙有门槛，所以它绝对很少在一般的量贩店，像放一架笼子50这样卖，很少，好，非常非常少。所以两生类其实它有一定，它比较有高的饲养门槛出现的可能。但是我们还会看一下有什么东西会交易。我们从最早出现的类型这样子往上看的话，那这个地方有一个。Crypto-branding 非常原始的东西是什么？娃娃鱼、大米、美洲大米、日本大米、中国大米的东西。可是你要知道，他们最主要的交易是什么？使用啊，就是娃娃鱼。我觉得我跟马斯那个不一样，因为他那个手煮起来跟粉一样，就因为煮的会胖胖，对不对？有胶质，对不对？然后看着像小朋友的手这样浮在那边，就很奇怪。就我觉得我觉得我要吃那么嫩的鱼肉，就吃鱼肉就好，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理解。然后 Hanobiki 是那个就是山椒鱼，好，就是我们台湾有的山椒鱼。另外还有一点，有很多两生类，尤其是有尾类，就是我们讲龙鱼这些东西，
怕热水造就了他们的思想门槛。所以在很多地方的交易，像有很多东西在台湾不会有人记的原因，就是大家都知道运送过程中就是会热死，然后中间不知道会出什么事，会导致什么大概死亡。那我们业者，所以台湾有很多东西其实都是路过，但是为什么知道很多业者其实也没有那么爱心的原因，是因为他如果来了，你为什么不会在一般的料饭店就直接看到它？是因为那个动物本身其实对于湿度跟温度非常的敏感。那非常的敏感的时候，你会怎样？我问你哦，如果你遇到一个很难搞的动物，你会希望它，你会希望它一直留在你店里面吗？增加照顾的风险。本来来的时候没死，第二天给我死了，那个死是不是我要死？所以像这一天很搞东西，通常都是第一个要有人定，他才来。第二个是什么时候从机场领出来，就直接派下去给他的下人，东西不要留在我这里，这样东西增加储藏上面的储存或是圈养上面的门槛的负担。另外在台湾还有一个说，很多人进那个，比如说他大量我顶多就是整理一下，然后什么东西，你自己看自己挑。好，那你觉得养生类可以这样子吗？太行，因为尤其是需要水，尤其那种纯水生养生类哈，纯水生养生类坦白说，你只要水质没有处理很好，其实它非常非常容易受到真菌或什么的感染。一夕之间，比如说我今天进货啊，好好的，那一夕之间全挂光，超级容易。我们西藏很多老师养青蛙油吧，因为你知道那个它其实是属于贸易一环，就是做神经生理学老师常常会用非洲藻蚕做实验。那个非洲藻蚕跟外面市面上卖的那个水生白蛙是同一个东西，就是水生白蛙是宠物用最小小只，啊，它就是养的小只的。那可是做神经科学老师说，他们需要繁殖青蛙取卵去做胚胎，所以他们用的是。就是这么大的东西，然后他们那个东西的繁殖输入来源会跟宠物用的那个水生白蛙，或者是宠物用的外面，水生像台湾的话，平常在水管看到那个什么水生白蛙那个东西，它的在台湾目前我们的输入来源是神准，它虽然是南非的东西啊，这是非洲的，可是繁殖是在广东。那宠物用的就这样子。可是如果像赵凯老师他们做实验用的那个大只的非洲藻蚕，他们买的是南非的，是实验室培养的，所以那个价格什么东西是不会上涨的，像蛋的东西吧。好，哦，那我们在上面看，来 ，Apis tomatidae 是什么东西？就叫什么？好，就是那个。那一类的东西，那比较常有被交易贸易还是有那种，它的饲养人口都很少，都非常非常少。那你们可能看过一个新闻吧，就是日本反正又要恐龙繁殖太多，都拿去做天妇罗，对吧？就炸掉恐龙。好，那萨南菊里是那个龙源科，萨南菊里通常在。台湾来说的话，三个菌会有什么？像欧洲那些黄斑龙源，那都是三个菌。OK， 还有什么东西？是三个菌，巴西火龙，有肚子红红那些嘛？那些东西，蕾源啊，那些看起来很难分的那些东西，那些都是三个菌。那这几年在华盛顿公园的话，像去年所有的蕾源都被打死，然后呢？像贵州鲫鱼那样的全部都进去了，全部进入三进。好，那接下来那个 the sedentary 那什么啊？这是什么东西？哦 ，the sedentary 是那个啦 ，the sedentary 是那个叫无肺源。无肺源在台湾很少输入，无肺源是北美洲非常细小、很狭长的那种源。那台湾除了有业者从输入过少量之外，还有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以前有人要进口，
因为圣诞树不都是砍下来的果树嘛，就砍下来的果树，然后夹带在那个圣诞树的枝叶，因为它是砍下来放地上，然后那种就爬上去，然后跟台湾过来，所以其实在那个进口的圣诞树上面被查到了那个不会员，不会员不是叫不会员，因为它非常的小，然后它的肺叶非常非常的小，所以叫做不会员。那光明党 Tory 是什么东西？它是一个，我们可以值得讲它一下。Bombinatory Day， 好，叫灵蝉，或者有人叫火腹蛙什么之类的，就是这个灵蝉这类东西哈。有一段时间，以前台湾没什么在管的时候哈，它是非常常见的宠物哦。有一段时间它，而且它为什么那时候我小时候养过？这个东西就是它有的特色啊，其实就是动它被遭受到攻击，或是被欺负的时候，它就反过来露出它的红色的肚子下面，因为这个是一个教科书上很常见的一个案例，就是颜色。那它大概有好几个种类，可是呢，你知道那个冰啊，我现在不会很想要它输入。的原因有几个，第一个是它真的变少了，以前是一个很常见的青蛙，以前真的很常见。然后第二个是，因为它真的变少了。那第二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大家可以查一下，因为它是蛙湖菌的代言者，它是蛙湖菌代言者。那你再去查一下，就知道蛙湖菌这个东西在这几年，因为就是。宠物市场跟食用蛙市场的流通关系，使得蛙湖菌这个真菌在全世界散播，然后这个东西很容易出去的，因为你知道它是蛙湖菌，它是单细胞真菌，它不是我们看的香菇什么那种，它是单细胞水生真菌，所以它一出去之后，造成全世界全球两栖类的几乎是大灭绝，因为几乎被碰到的东西就会升级到蝌蚪圈。那前几年又有另外一个灾难，就是我刚刚不是提到巴西火龙吗？前几年另外一个灾难就是，除了那个蛙湖菌之外，居然又出现一个新种叫做龙源湖菌。那龙源湖菌跟蛙湖菌在温度上面的耐受性刚好是一样的。蛙湖菌怕热，然后龙源湖菌比较怕冷。可是因为我们这个区域。这个区域其实是热的，所以而且我们的平地并没有溶解，所以我们比较没有去，我们比较没有像美国去直接被掉，因为美国前几年就是因为在巴西火龙身上验出溶解，使得美国寄出一个禁令，所有溶解禁止输入，就是因为这样。那我们没有暂时没有跟进，但是我们要来注意，是因为台湾平地没有这样的危险，可是蛙湖菌到底有没有危险？其实现在在台湾还。因为我们的牛蛙很场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而且我们牛蛙很场其实都在南部、哦、那另外就是说，那个蛙湖菌在台湾，台湾对蛙湖菌来说又太热，所以暂且来说，不管是龙源湖菌没有危险的低风险，是因为我们没有九尾类。好、哦，我们的第一中立海拔缺乏九尾类不会被感染。那可是对于蛙湖菌来说，是因为我们又太热，对蛙湖菌来说太热，所以这暂时来说是两种真菌，我们没有把它想得太严重，但是不表示说我们不能注意它。而的确，一开始就是蛙湖菌的议题，其实跟它有很大的关系。虽然说它其实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一种动物哈。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啊，除了这个Bombinatory 之外呢？PPD 是什么东西 ？PPD 是什么东西？看这科名听起来就很，念起来就有点 CY。好，简单讲就父子蝉啊。好，就是父子蝉。那父蝉其实有不止一个种哈。有人对父子蝉就是有那个密集恐惧症，因为它尤其是那个小朋友在孵出来的时候，噼啪噼啪 hatching。
有人把它叫苏利南蝉、啊、我们曾经养了很久，那个标本现在在，标本现在它的标本现在在古生教室，放了一只在那边，因为它就是他们把产卵之后，卵会飞在身上，然后卵就会内陷到皮肤里面，而且他们是属于雌激变态，所以雌激变态就是不经蛙不经蝌蚪状态的东西，有很多的有很多两生类是没有蝌蚪状态的，它就叫做 direct development。所以他们是属于直接变态。那，反正有密集恐惧症，还有对坑洞有恐惧的人，看到兔子才这样出来，就觉得很痒。每次都有问我说：“那那样子，他背上那些洞洞怎么办呢？会不会东西掉进去？要帮他填起来？”哦、不用，他自己会消失哈、哦。是一个很妙的，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动物。它的交易量其实也。我不能说大，其实不算常见的，不算常见的宠物。还有重点是，它的育成力其实没有大，因为第一个我跟你说它怕热，它还有那个水质控管，一不小心养它很容易感染，然后就挂掉了。好，那接下来那个 Megophryne 是什么东西 ？Mego 是好 ，Megophryne 是什么？小蛙，啊，小蛙那类东西。好，那在上面。有 Microcephaly 什么？Microcephaly 就是小雨蛙，啊，小雨蛙那类有，还是被叫我们那个高雄很常见的一个入侵种啊，花峡口蛙有没有？花峡口蛙那个东西，其实在一开始被发现就是高雄屏东嘛，然后你现在还是很多、啊，文藻渔船，文藻大学，文藻那个水沟很多。它虽然是一个可爱的青蛙，可以养成正圆形，可是它就是一个入侵种。那接下来就有一些都是哇，这一群都是像那个 Hyperolic 就是非洲的一个蛙 Reef Frog， 它在芦苇上的小小的。那目前台湾绝大部分台湾的蛙都是属于叉舌蛙 ，like Broxley。那还有一个，这个东西叫做曼蛙 ，mantality， 它可能是非常濒危的，几乎都是因为宠物贸易，还有再加上几乎全球的两生类会少，除了宠物贸易之外，其实栖地损失其实很重要，因为会为什么灌溉需求抽光水啊、哦，把水抽光，所以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两栖类的问题，在我们没有那么确定知道说。那个宠物贸易会扮演多重要的角色，可是其实对于很多水生蛙来说，农业灌溉因为把水弄掉破坏湿地还有污染，或是还有引进掠食者，就是外来入侵种，这件事情其实对于很多水生纯水生蛙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那曼蛙呢，好，曼蛙就是这些东西 mentality，这些其实都一样，都是属于，都有人繁殖，其实是有人繁殖，因为两栖类面临的问题蛮严峻的，所以其实这几年都有一些全球的保育组织联合起来，就分别去繁殖一些濒危的蛙种。好，有一个东西我顺便让大家看一下，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巴拿马金蛙。这个东西我是没有看过有人在宠物市场上，因为我不认为有人养个活。它还有一个东西，除了金蛙之外 ，golden， 我找一个影片给大家看，我讲的是这个东西。刚讲的是那个有一个叫做 Golden Frog， 这个，然后这个是 Golden Tort， 这个叫金蝉，就
八九年的时候绝灭的。那个我看我能不能找到那个片段。我找到时候在 LINE 上面跟你们讲，因为这个东西是刚才讲的，先讲那个巴拿马金蛙，然后它这个桥段，我现在没有拍声音，你们自己回去看。它那个桥段其实讲的是那个，它是一种不太名叫的一种蛙，因为他们所处的气候环境是很嘈杂的，所以他们的 mating， 他们的求偶比较是靠动作，比较不像一般的青蛙。它比较没有，它不是说没有喉囊，可是它们的叫声非常的细小。那在，因为你知道热带雨林一般来说，热带雨林环境是非常嘈杂的。热带雨林很嘈杂的情况之下，要能够让人家听到对方听到你的声音，尤其是稀有环境其实没有那么简单。而且你要知道，不是你叫的时候不是只有你要听到，你越是有听到，对。然后再加上它的热情又非常的简单，它是情况，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在讲说，他们其实是一种怎么样求偶的，对，是这样。然后就是一个会在那边很妙的一个东西，然后因为它非常的漂亮，所以一直有人想要投资。那还好他们在保护区，至少我们在看，我没有看过台湾有，而且我可以跟大家保证这个东西大部分是两块钱，你要两块钱到怎么样升级起来？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但我刚刚回到我们刚刚讲的 Golden Tour， 为什么我会一样是提到？那个 BBC 哈，是因为我先回到一个节目哈，你如果有在看 BBC 的生态影片的话，应该知道 David Attenborough 这个人。那他现在已经92岁了，还在主持，我觉得是超神奇的。那他在你在 YouTube 或者说在 Google 上，其实你非常容易的去看到，这一部影片。其实这个影片其实是在前几年，好，其实是六年前。他从1960年开始主持 BBC 的生态影片，一直到现在还在主持哦，超级厉害的，活好久。然后重点是哈，他在这套影片里面 ，Six Years in a While。他们做了一件我觉得很好的事情，因为这一部没有在公司有播，可是没有出动力。他这个其实里面是在回顾他跟 BBC 团队，他们 BBC 团队在外面拍了60年，看到一个问题，就是尤其在讲地球还是地球的问题，然后里面其实就有提到那个我刚讲那个巴拿马金蝉这件事情。他在那个影片里面其实就有提，他们就做了一件事情，因为他拍了60年，所以他们在拍这个《Six Years in a While》这一部影片的时候，他们就重新造访很多他们拍过的地方。那跟你告诉说，才几十年而已，然后很多他们已经拍过的地方就什么都没有了。然后巴拿马金蝉那个就1989年才发表的东西，他们当时拍到了，拍球什么都拍到了，然后结果没有想到他们拍完 BBC 的剧拍完之后，那个东西就绝种。所以 BBC 当时就是他主持的时候，他拍到的那一些片段是那个物种，大家最后是看到他的，就这样。所以他们在那个第四集，他那个影片有4集，最后一集告诉大家说，他们60年来见证了多少物种就直接绝灭，然后他们拍到的全部是最后生命。那接下来这个 Rubber Forest 大家就知道是吧？就台湾的树蛙。都是这个的 ，OK。那还有呢，最重要，你看整个所有两层里面，为什么有一块安贡贡建筑啊？
每一种大家都要，看懂吗？每一种大家都要，因为每一种都漂亮，大家都要。但是箭竹蛙哈，箭竹蛙是比较怎么讲？箭竹蛙的箭竹蛙其实的确在做威胁，所以箭竹蛙每一种箭竹蛙全部都是在吐的物种。那有比较常被成功繁殖的物种，其实就是只有孤胆啊、草莓啊这些，大部分的东西其实只有非常非常少数的玩家才生得出来。因为箭竹蛙在环境中的个体数量并不是很多，也不是会集体求偶、集体交配、大量捕获东西。那意思是说，它虽然不能大量捕获，但是只要今天有心人去抓，它可能就会造成族群的危害。而且我问大家哈，相对于牛蛙，相对于叉舌蛙，就是台湾的那些集体求偶蛙来说，箭竹蛙的是策略跟它们一样吗？因为一般来说，那种基因叫地球的话，他们都是属于什么？我跟你讲，他们通常是属于什么？很大量短，没有心态照顾，基地球数量庞大的物种。那他们比较容易受到的威胁是栖地直接不见，就是说把池塘水抽干啊，然后就直接无法产卵，然后各种都死光，这样的威胁。可是呢，箭竹蛙是属于什么？一次产卵量少少的，然后呢？为了要让蝌蚪吃饱东西，他们还会再跑回去生蛋，让蝌蚪生一些没有受精的蛋，让蝌蚪当食物吃。那他们还会把蝌蚪飞在身上跑来跑去，所以他们可能一胎，他们可能一次顶多生个一只或两只、三只蝌蚪，所以他们的生产量非常少。就是说，你在这个时候只要去打断，就干扰他们的育幼行为，就那个地方小族群可能就等于完蛋了。可是，在整个养生类市场里面，在整个 market 里面，养什么样的蛙最多？非常见，一定是小丑蛙、小蛙吧。可是还有一个再加一个非洲牛蛙，非洲牛蛙可以想像篮球一样，最近有哦，来，那，但是问题在于，那些市场需求大的，它已经都是人工繁殖，没有人会再去抓什么野生小蛙，没有这种。因为它是可以人工繁殖、被人工去需求的，但是呢，也就是说，那么庞大的需求其实并没有真的去伤害到它，而是其他一些可能要持续去补充动物的。那我们这一次其实会设定一些问题，就是请你去查查看资料，你到底怎么去评估一种动物它的 harvest 或是它的市场比较趋近于我们理想中的健康状态，因为有时候并不是说。就是并不是说，这个东西有人工繁殖，就表示以外的没有。有时候其实是因为以外的没有了，所以我才有人工繁殖。对，但有时候其实是的确，它人工繁殖跟以外的是两码的事情。我举例，孔雀鱼没有人要特别去抓野生的，为什么？那为什么没有人特别去抓野？因为野生型就是长那样。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不太需要去抓野？因为人工繁殖体系已经发展成那个样子。野生体系是并不是观赏消费市场要的，但还有原因，孔雀鱼的野生型在全球各地都有分布的，所以我需要野生型，不需要养爱心狗，外面打水，这样都知道。所以一个东西的贸易状况，或是它的利用状况，要能够完全不损害生态保育，或是不带入入侵种议题，其实好困难，也非常非常难。没有那么简单，并不是想象的啊，因为它生就好了。所以你看，每次不管是什么食虎啊，什么都会有说，它就生啊。我跟你说，你给我两对，保证明年给你100只，有没有？你是这种在讲，可是其实有这么简单吗？从来没有这么简单。好，然后我们往上再稍微看一下，好这些东西，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哺乳类的部分哈。哺乳类当然很多啦，只是说哺乳类的需求会集中在哪些地方？我们来看，从原始到，所以是这样子看的。好，来，这个 proportionality 是什么？大小？匍匐啊，匍匐啊，这是什么翅膀蝙蝠看的？好，就是那些东西，就是大型的蝙蝠。那有一些东西就是这样子，就这样来的。
好，然后上面像那个 Cervidae、Bovidae， 因为这些全部都是 OT 类，啊 ，OT 类大量的，你看红红，就是有哪一种没有被用？想到鹿角、麝香、毛皮、狩猎，尤其是狩猎那些事情，就是那个大部分的 OT 类其实用都是放的毛皮，都有，没有想到什么东西。后到方鱼很常见，然后那个 candy 是什么？是狗啊，好、哦，那那个什么，那个这边像是什么，金豚啊，哦、然后现在这边就是灵长类啊，啊、哦，乌猴啊，这个全部都是热区，好、哦，全部都是热区，所以。哦，这边还有老鼠，啊、哦，摸鱼，但是你可以发现，集中在猴皮类、鸡皮类、猴皮类、鸡皮类食肉鼠、熊胆，对，熊胆是不是对不对？食肉鼠，然后还有集中在灵长类这一区的东西。好、哦，我们看一下鸟，我不知道你们对鸟有多熟啊，哦、但是这个地方是利用他们的。的确有些鸟看起来比较没有那么常常被利用，不是说整个整区被利用，但的确有些鸟类，它们其实被全部几乎都被大量利用的情况多。简单讲，哪一些鸟类会几乎全科都有在利用？鹦鹉，所有的鹦鹉，这是为什么所有的鹦鹉全部都是三指数，尤其在台湾。鹦鹉的需求真的非常大。那还有第二个东西就是，禽的跨境需求很常见，而且不是只有，但是猛禽的需求其实有，除了宠物之外，还有什么？有些人喜欢驯鹰，看到人家什么猛禽在驯它一样，对，会有这件事情。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鸣鸟会唱歌，好，会唱歌的。此外就是鸟园需求，只要大致的什么东西，多少会有人要，就是走禽啊。如果走禽，就是说，就是那些不会飞的鸵鸟啊、鹅鸟、石火鸡这些东西，没有一个东西是动物园要的，或者是农场要的，他们都要这些东西。那有没有我们附近会出现东西吗？像什么这个啊、哦，那个。白头翁啊，在这里 ，Zostrophy 是什么东西？绿袖蝶，啊，像这一类的，画眉，反正就是这些东西几乎都是会叫的。然后，大家有看到除了那些地方之外，这边出现一块很红的地方，是什么？天堂鸟。好，天堂鸟主要的问题是标本跟羽毛交易，标本跟羽毛交易形态，现在还是。你可能不知道天堂鸟过去在台湾交易市场多夸张。我小时候，大家都知道那个大天堂鸟，叫那个很大只的那个大天堂鸟那个东西。Yeah. 我讲的是。对，我指的应该是这个 species 在树冠上的，希望我看看是不是这个种。好 ，fine， 我讲的是这个 species， 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大天堂鸟，那种很大只。大天堂鸟那个东西啊，它是一个很早就被西方人所知道的一种天堂鸟。那之所以以前会谣传说它天堂鸟，原因是因为早期的那个标本就是皮革或者是他们会把它们叫去掉，会把它们叫天堂鸟。所以为什么以前会欧洲居然会想说这种鸟就是没有脚，它没有脚，所以会一直飞，然后掉下来之后就死掉了，就想这件事情。
在早期的药品交易市场是非常的猖獗，在野生动物贸易法实行之前，因为野生动物贸易法什么时候颁布的？对，在那个时候公布的，可是你知道大面上讲它的那个标准，因为它以前它做什么标准就是这样，然后把那个它的视频把它那样打开，那有两种标准制作形式，那个大面上讲的标准制作形式其实有两种哈。我指的是哪一种标本呢？长这样子，我跟你说超级常见，安内啦，就这样。好，这个是大天堂鸟的那个标本。那我跟你说，这种东西我小时候什么地方会卖呢？台湾任何风景区都买得到，而且就用那个红色的那个塑胶层，这样吊在那个店前面，这样一只一只这样吊一排的。那什么样的地方会看到这些东西？日月潭啊，肯定这些传统风景区，只要有游乐区、风景区，你就看到一堆人在卖这个东西，然后全部都是从印尼走私过来，超级多哦，超多。我们以前都有拍那些照片，然后还除此之外，以前除了那个大天堂鸟这种标本常就像吊绳拍的之外，还有一个很常见的标本叫做八色鸟，就是八色鸟就这样打开晒干这样吊绳拍，然后我也不知道干嘛，我其实我不太懂，一般人买这种片子，因为这种东西很容易长虫，它是标本，所以它其实非常容易被标本吃掉或者什么，所以我不晓得谁家的还有这个东西，而且它的那个羽毛其实里面有非常容易保管，羽毛是角质素，好，它是 keratin 构成，所以如果你家里有什么之类的很潮湿，其实不是会生锈，就是会被虫吃掉。但是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子，那个年代其实贩卖这类野生动物标本或者是尸体的情况很常见。另外一种，当年在野保法、野生动物保育法还没有实施之前，非常容易买得到的标本叫做传。所以，如果你到传统中药行，你去逛那个传统中药行，你偶尔都会看到传统中药行里面很常出现几种动物标本，一个叫做传承甲，这样弄成这样，还有一个第二个叫做什么白面鼯鼠就大齿鼯鼠标本，弄成这样，把它的那个什么皮膜弄开，超常见。然后第三个一定要看到的东西叫什么鹿角，鹿茸。就一定会有那个鹿角的鹿，不管是梅花鹿或水鹿的，就一定会有，对不对？或者甚至有时候会有那个头骨啊什么之类的，大概会有这种东西，因为很鹿角。那药用其实本身是贸易一个，当然是贸易的原因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可是我跟你说哈，如果你想要吃到贸药用野生动物药用的贸易状况的话，你要去哪里查呢？可能不是林务局。那就是它食药署，是食药署会处理动物药材的什么犀角、熊胆、鹿角、龟胆，可见就是大手工，可见晒干就是药材嘛。你应该很常看到那个中药店里面把那个手工这样打开，这样晒干的东西一样，药材啊。那所以很多脊椎动物的那种脊椎动物的药材，大概就是食药署该。那这一些其实是，这些其实都还只是，都还只是脊椎动物的部分哦。其实都只有在讲脊椎动物部分，可是这一篇文章它也没有去提到那个无脊椎的部分呢。其实它其实并没有，它其实并没有去提到无脊椎的部分。无脊椎的部分其实非常非常的，还是非常的多。可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一篇论文，它其实摆明它就告诉你它讨论的是，为什么？我要开图，它不让我开。
OK， 这样开好。我要因为这篇文章，它其实真的只有讨论的陆生食蕨动物。如果它再把海域动物、把淡水动物、把空气动物全部放进来的话，我不是很确定那个 pattern 会不会一样，但是我相信那个样貌其实应该是会有一些不同，因为无菌动物的调查没有那么的简单，而且很多东西没有办法鉴定。然后在水域动物，我们讲水域动物的话，其实就包含了就是所有你认知的鱼类，然后还有无脊动物都在里面。像那个海洋来说的话，在海洋里面，海洋动物除了鱼类之外，最常被交易的，像这样的，除了鱼之外，螃蟹、虾、蟹、贝类，啊，还有什么？珊瑚，不要忘记珊瑚是动物嘛。然后珊瑚被最严重交易的是宝石珊瑚，红珊瑚没有整个渔船那么大，所以渔网要把它撞坏，然后再捞上。所以珊瑚啊，红珊瑚就是宝石珊瑚是一个很麻烦的，因为它是动物。那还有一个宝石珊瑚，它最近的一个议题是这样，宝石珊瑚有关的议题是这样，因为宝石珊瑚它本身它还是属于高价商品，它没有完全被禁绝到你。可是毕竟宝石珊瑚的生产还是很难，它是珊瑚啊，所以它并不是空心菜，不是泡水就会长的东西，所以它长得很难。可是越南、菲律宾、印尼、台湾、中国、日本其实都有宝石珊瑚的海产，那还有渔船越界弄坏的问题。然后弄起来之后呢，它不麻烦的是，通常你看到的东西并不是整颗的那个珊瑚骨骼，而是其实它已经被研磨做成半成品或成品，对不对？那研磨做成成品或半成品会怎么样？因为面临到两个问题：第一个，到底是不是珊瑚啊？它可能是锡矿啊，然后嘛，假珊瑚很多，因为假珊瑚。那第二个，就算它是真珊瑚，其实它是不是宝石珊瑚？它有没有可能是其他的东西，然后产生的什么样子？那就算是的话，那个我怎么去鉴定它是属于受到保护的珊瑚种？对，就你要，所以很好玩，就是说，那个你知道有些贵族应该会学那个珠宝鉴定吗？我要去学珠宝鉴定的时候，看什么成色、光泽之类的东西。那很有趣，就是说，在这个议题上面，宝石鉴定这件事上面，如果涉及宝石珊瑚的时候，它不是只有在鉴定那个首饰的价值或是珍贵，而是它同时会涉及是否它是非法渔业或非法移动贸易的议题。那个有机会我可以找一个朋友来跟大家讲珊瑚到底怎么鉴定，因为他们家就是做珊瑚宝石的。好，那现在日本业太大了。那这个地方它其实另外一个分析就是，除了我们前面看的，就是前面我们看的那个东西叫做它把所有被利用的物种啊或者类群把它定向到一个演化树上。那这边有个概念讲给大家听好了，好，譬如说这边有个演化树，那假设这是 ABCD， 好 ABCDEFGH，那这边有很多个物种，那我现在要讲一个特质。好，比如我现在想要知道他们是否都具备哪个特质，好比说我现在想知道哪些生物被利用，然后这些生物有被利用啊，然后他们的演化关系本身是如此，那哪些生物有被高度利用呢？我就说是他都有耶、欸，这样理解我意思吧？它都有。那我问你，这表示说他们在这个演化树上面的分布啊，我们叫 phylogenetic distribution， 它在演化上面的分布是不是比较属于 concentrated， 比较集中的？是，这样懂我意思吧？因为就是因为他们看起来好像都集中在这个类群里面，所以就表示说它可能具备某种相似的演化上面的特质，让他们都可
被国际贸易所注意到，甚至是违反，这样可理解我意思吧？然后呢，那刚才那个分析的意思是说，哎，如果这几个物种它会被危害的话，那它以后有没有可能也受害呢？可能性就大增，这样理解我意思吧？那所以他们先用目前现有的 data 告诉你，我有这么多的东西。假设我这边有1、2、3、4、5、6、7、8种，有8个物种，然后现在已知有4种被利用，表示说它有50%的物种，它目前被利用。那说不定其中有2种是什么高度濒危的，然后所以它这样就可以告诉你说，那2%呢？那25%呢？其实有可能会因为贸易行为而导致绝灭，对不对？那可是因为根据这个演化树，我们高度怀疑这个东西，这个 H 这个东西很有可能在未来它也可能会被染指，会被青睐，所以我就可以增加说，那么我可以预测有哪些东西会因为这样子的关系而未来受到贸易上的危害。 你这样有大概懂我意思吧？所以那个分析就在讲，那除此之外他们还要知道说，那除了我知道他们在演化上的关系，我还想知道他们分布的地方的气候条件或是栖地类型是不是其实也是接近的，是不是都是在雨林啊，都南纬啊， 都是北半球南半球什么样的栖地环境，我想知道在什么地方。那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是因为如果它这个地方有个图号，这个叫做Species richness， 然后这个叫做 Treated Species richness， 所谓的 Species richness， 然后再把它 plotting 到全球的地理分布上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地方是物种的物种丰度，啊，是物种的丰度，它就比如说这个是多样性最低的地方，大家想知道是说物种丰度本身跟被交易物种的丰度到底有没有关系？好比说以台湾来说的话，我们的物种丰富是属于中部，我们不是算最高的，最高的可能是什么澳洲东南部啊、印尼啊、马来西亚啊，像这种就是全世界生物多样性的顶尖了。啊，我们没有很差，可是我们不是最顶尖的，或者像什么中国什么三江流域啊这种地方，都是属于高度生物多样性的地方。那他们会想知道说，是不是物种多样性？物种的丰度越高的地方，它被交易的地方越多，然后这样子的地方是不是又集中在地球上的哪些地方？然后跟它所属的分类群有关系，比如说哪些地方成长被保护的，有没有什么样的关系？那做这些东西的原因是，一旦我们找出这样的关联性之后，我如果要制定一些全球性的策略来，比如说制定一些全球性的策略，好比说我知道我现在做出来的就是全部都集中在这边啊。就是全世界的需求好像都在东非大陆线这边啊，都在爱丽丝山的这一侧啊，好，都是什么的时候，那就表示在很多国际场合的时候，其实就可以论述这些国家应该做到安全相关，因为就全部这些有问题的东西全部都是从这个区域来的，就必须要做到你的资源管理，然后包括管控国际之间，就是说不是只是整个区域对世界的，是那个区域可能，比如说东非大地前，从这个地方一路从苏丹一路到南非，那个地方可能中间差不多十几个国家要合作，才可能去遏制这个贸易，被打贸易，这样吧，大概是在讲这个意思。可是很不幸的就是说，当我们要去谈那个无脊椎动物的时候，无脊椎动物的这个部分，其实不是说我不是说没有做。它其实是应该是有做的，但是不会非常的多，然后目前可能还没有global data， 可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如果是我们讲鱼类呢，这边有一大堆这样子的文献，就是一大堆这样子的资料，就另外谈鱼类的问题。这边就在讲 molecular detection phylogeny analysis， make all 哦，这个是这个什么？这是在讲病毒的啦。我们讲看这个好了，像这个
perspectives, responsible acquaintance ownership. OK， 像鱼类的话，其实就变成是有点另外一个议题，没有跟陆生的东西配合起来。我目前还没有看到这样子的案例，说把陆生水生，我说陆生水生，就是说，好比说我现在在一个鱼里面，我在鱼里面，我又采药用植物，我又采资源植物，然后呢，我又砍伐木头，那我是不是从此把这个地方的鸟？从鸟兽水中的肚子上全部是卖光光，如果是的话，就表示说，不管什么样子的东西会被贸易，其实只要是同样处于一个同样的环境或同样的地域的话，它所受到的威胁其实是一伙的。好，你这样就不知道。那当然，很多时候，那个物种的绝灭不完全纯粹是因为贸易的关系，而是因为就是任何的栖地破坏，其实都可以迅速的造成一个物种的。这几年比较常被谈的议题就是，全世界的水坝的兴建，全球很多地区水坝的兴建会造成很多全面性灭绝的议题。那哪几个地方有这件事情在发生，然后被讨论的？第一个，湄公河流域。湄公河，因为湄公河的上游在中国，对不对？湄公河上游在中国，地理都念过。那个从中国出发不是有三条江吗？怒江、萨禄江、伊瓦底江，对不对？从那个地方，从那个地方就这样出来。那一路到了中南半岛，一路到了中南半岛的时候，整个大湄公河叫 Great Mekong Basin， 就是大湄公河流域。只要在中国境内，只要在中国境内做一大堆水坝，意味就是说下游的水资源全部不见，水流速、沉积物。对于地形地貌的改变，还有灌溉什么的需求，全部都会消失的时候，那意味着就是说，下游中下游的生物相会全部完蛋，因为连季节性的洪水，就是 seasonal flooding 那种全部不见，你会改变什么？而且因为大湄公河毕竟是大型河流，大家还记得那个长江大坝盖起来之后所造成的全球的一些效应，因为长江三峡大坝当时为什么很多人觉得不应该建，是因为当淡水的注入海洋的污量减少的时候，来第一件事情会影响什么？影响什么？影响陆地上营养也进入海洋，当陆地上营养也进入海洋的量少的时候，就直接影响到海洋流性光合需要陆地营养的浮游生物的成长，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因为当淡水的流量进来少了，咸水的洋流上来就会比较强，所以盐度会直接被改变。盐度直接被改变的时候，再加陆地营养的减少的时候，它当然就会直接影响到那个地区的什么，它的鱼获什么东西就永远被影响了。那所有的大型河川的。所有大型河川上游的那个水坝都会有这些问题存在。第二个地方，除了那个湄公河之外，第二个很遭受讨论的地方就是刚果河。好，大家可能对非洲不熟。那刚果河这几年有一些刚果河这几年有一些重要议题。我会说是刚果河什么重要议题的原因是，因为刚果河是 Congo River， 其实是刚果河，其实在某一些段落其实是属于非常深的河流。刚果河在某些地方，因为它中间刚果河它流经地区，有些直接切割地区嘛，就直接切割导致刚果河很多河段是全世界水深最深的地方，而且因为它直接，比如说它直接切割岩石下去的时候，就表示，那个地方基本上刚果河就变成说，它会有很强的表示在地底下走，那种地方，地底下也是急流，地底下是急流。好，那在那个时候就表示说，所以刚果河在这里为什么会变成很多鱼类学家或很多学生都会加研究的热点，主要还有原因就是刚果河居然会有这种切入地下的急流系统，那。就导致很多鱼在那边会变成盲鱼，所以刚果河的盲鱼这几年突
然暴增，很多以前不知道说原来，就说啊，原来会有这个类型，居然在这个地方会变成 wonder， 然后就跟外面在外面的照得到光的完全就变成是完全不同的物种。那不管什么类型的东西，在那个地方都会有 wonder， 都会有看不见，都会有缺乏色素或是没有缺乏视力的物种存在，所以那边就变成是一个我们在看。但当我的上流它造大，它水量进去之后，这些东西会瞬间消失，因为全部都是适应急流系统的，它只要水量不足的时候，就不太行。因为你知道那个水流会指引它溶氧，就是溶氧。那此外，这几年其实最被关注的，好，大家如果有听过的话。就是巴西新古河好 Rio Tinto 的水坝计划，那这个计划其实因为它非常的庞大，然后而且它一旦造坝之后，它下游的所有的湿地什么会瞬间就消失，好就直接不见。那所以你如果去它，比如说 Single Dam Extinction 什么之类的，我相信你会看到非常非常多，你会看到非常多的评论在评论说那个当。那就是这件事情，当这个坝万一被造起来之后，可能会瞬间损失，会损失多少的生物多样性？哦，有很多的，其实有很多的，论述其实都在谈这个。像这个其实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啊，就很这种很小型的那个一年生的暖山江鱼，其实就已经在长不到了，因为它本身的这个陆范围其实就非常狭窄。那而且哈，那个流星谷像他们这种地方，他们的造坝计划，通常还会扯到什么事情？他们直接淹没跟剥夺原住民传统，所以就会有原住民抗议。然后巴西原住民抗议，为了这些事情，为了这些事情抗议，其实已经很久很久很久，不是只是为了水坝开放伐木，水坝开放伐木，伐木还有殖民。好，而且如果你大概想稍微记得那个南美洲的殖民历史的话，自从葡萄牙人跟西班牙人入侵南美洲殖民南美洲的时候，所带去的殖民已经杀死了一大堆原住民。那可是当巴西哥伦比亚灭顶之际，反正就是这些国家，圭亚那些国家，他们持续的开发雨林，然后让疾病进入雨林之后，其实基本上就变相的是在直接是去杀掉住在里面的原住民。那你如果去看一下评论的话，也会知道说已经有很多原住民领袖或什么为了抗议水坝或者抗议这些事情，遭到暗杀，因为这些开发本身其实都会牵涉有黑道，懂吗？然后黑道跟政府的关系我们不清楚，所以这整个就是非常灾难的事情。可是这个时候我就想说，那请问在这个时候，野生动物贸易在这个时候到底扮演什么角色？是去补刀？是说啊，既然你都要淹下去的，我们就把你办这样子？好，那既然我都要把森林砍掉了，那砍掉就拿来卖我啊？好，还是说在这种时候？原本的野生动物交易市场，尤其是繁殖场之类的，是不是有可能在这个时候反过来，你从本来从一个资源利用的角色，反过来成为资源保育的一种？其实是有的，可是很不幸的就是说，人的繁殖技术是不好的，不是所有东西人都生出来，然后不是所有东西市场上都需要。如果这个地方有绝灭的东西要。有500种动物样绝种，说不定我们可能只能挽救10种，要么就是市场没有兴趣，留下来也不知道干嘛；二来是你留下来也不会有技术；第三，因为还是要因为庞大市场之需求，才能够驱使你投入资金、人力、各式各样的成本去繁殖它。你这样就理解了。就我不是说野生动物贸易里面的一些角色必然对
必然对那个宝玉来说一定是百害无一利，可是其实他最后其实并不会，你不能，你绝对不能相信说人会有什么样子的善心去做这件事情，而是他必须，他必然最后还是要回归到什么市场价值。我举一个例子，我们讲新股，就是比如新股这件事情好了，就是新股和这件事情，因为他们有一种鲶鱼嘛，你大概就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们讲什么熊猫异形这个东西，好，它其实在市场上出现一段时间，它长得 很美啊，就很漂亮的这种鱼。那它现在是 Set 3哦，它 Set 第三类的东西。那它它其实它本身它很容易被拿来做一个宝玉图腾。你知道为什么会被拿来做宝玉图腾吗？因为它就是产在新古河。它就是产在新古河的一种枇杷树，然后它又漂亮，它有全球性知名度，因为它够漂亮，所以它为什么会被拿来当成一个图腾的原因，是因为整个 Real 新古那个地方虽然物种多样性很高，可是会被全世界的人知道，或者说把它的照片秀出来，大家会觉得啊好可惜哦，我跟你说，但是只有它了。其他东西大家都觉得说，他就是什么，就觉得没有可能。他原来气体长得就是那种历史遗群的那种急流，其实这种急流环境，啊，是这种大型的川，然后急流环境，他就带你看他的感觉长什么。你看水深其实蛮深的，看我在那个石缝，那右边还有一只，对，另外一种。它就像古代的地方。好，那那个，右边右上角那个字有一节，一节是鱼类的意思，是大部分一节的意思。一节是不就是这个样子？好，那我跟大家讲，它的确是一个在为了要对抗那个嘴巴所被抬出来的一个。那的确也够漂亮，那有人叫它熊猫，有人叫它 zebra， 通常叫它 zebra， 但是因为它人工繁殖没有很困难，它人工繁殖没有很，我助理都会生，它人工繁殖真的没有很困难，所以世界上流通的其实现在都已经是人工繁殖。那如果说人工繁殖，它如果它人工繁殖很顺利，然后没有很难养，像这样子，如果你准备够好的空间的话，它其实是可以一直繁殖下去。那我问大家，你觉得这个市场本身会觉得说，哦，因为我们快要没有鱼可以卖，这个鱼快要没有，这个是很好的商品化没有，所以我要支持水坝，我要反对水坝计划，未必，因为我已经有东西可以卖了，你这样懂我意思？所以我拿这个东西来当成一个呼吁，可是它未必真的会发生。就好像台湾到处都有黑熊的部分，大家都在讲熊叉叉熊叉叉，哦，到处都有看到熊黑熊，可是一般人的作为对于黑熊处境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对不对？没有什么太大帮助吧？哦，妈妈熊妈妈带熊小孩过马路很可爱，可是如果熊一只熊跑到村庄的时候，大家就说要抓起来，所以其实它被拿来当成一个。icon， 其实跟它是能够达成 conservation 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所以这种是很微妙的事情。但如果今天我问你，今天问你，请问宠物繁殖业是否能贡献？宠物繁殖业所建立的繁殖技术是否能对物种保育产生贡献？我要问你这个命题的话，你要怎么去思考？你当然不可能去直接告诉我说可以或不可以，但是到底是你在讲哪件事情？你要考虑的点真的非常非常多。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最不懂的一件事就是商业操作，你知道吗？你一定超级不懂，因为很多文青就常会很天真的觉得说，那我们就繁殖啊，那我们就卖这个，然后呢，你知道台湾文青点，我们现在繁殖这个东西。那繁之后呢？其中20%会提供保育基金，之类的。
分析根本不知道成本是什么，而我根本不知道升这个出来干嘛，那我甚至不清楚市场会饱和，会不会变成是没有人要的东西，然后最后要拿去送，我不晓得，对不对？我没有办法去评估中间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其实我们在谈wildlife trades， 那个什么，不管是在谈监测啊，谈什么事情的时候，大家都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真的要对商业经营要有一点了解，要不然我们光高谈动物福利、谈入侵物种、谈疾病控管、谈保育，其实到最后都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因为我们不清楚商业经营的美角的时候，我们就很难从那样子的角度出发，找到一个可行可以让事情推动的方向。